快点，开饭！板锅煎蛋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零食应该没有人吃过吧？自带铁锅、鸡蛋，还有糖，煎一下试试。先放糖，再放鸡蛋，太神奇了吧！竟然真的像油炸的声音。哇，好甜啊！这个煎蛋也非常的嫩，还有这个糖，爆嘴也上蹿下跳。真的是好吃又好玩。哎，怎么会有现金啊？一定是我眼花了。我去，还真是毛爷爷，这个板锅煎蛋，它是从哪买的？快点，什么毛爷爷？你又在说什么梦话？快点，开饭！ 藏宝箱这么神秘，不会是他私房钱吧？这是彩虹糖，好硬啊！难道彩虹糖不是直接吃的？正好有瓶牛奶，泡一下试试。 Later， 怎么变这么大？好像奶茶里的爆爆珠，很有嚼劲，真不错。竟然和奶茶一样好喝，藏宝箱里藏的果然是好东西。晚安，快点开饭。野生樱花露，这外观好像花露水。哎呀，这是降火饮料，湖北特产，很好喝的。这是饮料，这味道好怪啊！先尝一口。 这是毒药吧？我都快见到我太爷了。那你放点水试试。兑完水，这颜色更像花露水。再尝一口，有点甜，确实是饮料。花露水加点水，不会也是甜的吧？你们能分清哪杯是樱花露吗？哎，你怎么下来了？我牙疼死了，我想喝点鸡樱花露。怎么这么辣？这饮料过期了。快点，快！哎，这是什么？这可是印度最辣的硅胶薯片，没人敢吃。真假的？竟然还有黑色的薯片，有薯片味儿，但是没有辣味儿。这个东西真的有那么辣吗？有谁吃过的告诉我。 普通薯片一样脆啊，这不就是普通的微辣？百万辣度也不过如此，这喝就好了。你快喝口水，这点辣。怎么越喝越辣？我靠，二锅头汽水。凌晨2点了，喝口咖啡提提神。好饿，有没有吃的？鸡蛋吃不吃？大半夜谁吃鸡蛋？不吃。我靠，居然是热乎的，这不会是刚下的吧？今天教你们不花钱就能吃到茶叶蛋。哇，和茶叶蛋好像啊。 有点苦味儿，不过咖啡做出来茶叶蛋太香了。汤底都这么鲜，就是有股怪味儿。怎么会呢？我家母鸡白天刚下的，绝对新鲜。鸡屎咖啡，快点，快点，驴打滚。这个比猪肉都贵，你肯定没吃过。去，没吃过驴肉，我还没见过驴跑吗？不过驴打滚为什么叫驴打滚？因为驴粮得没法呢，只能在地上打滚。这里边是驴肉的，不好，有驴肉，那我得多吃点。这夹心的一定是驴肉，驴肉竟然是甜的，嚼起来比猪肉还香。 太神奇了，还能拉丝，小美家里杀掉剑，都吃上驴肉了，骗你的，根本没有驴肉，那其实是豆沙。我靠，不对，开饭！竟然是鸭舌，这东西能吃吗？吃过的小伙伴评论区集合。这可好吃了，不信你尝尝。我靠，竟然又脆又辣，一点也不腥。这个肉很有嚼劲，真没想到鸭舌会这么好吃。对了，小美，我床板上的零花钱哪去了？我把鸭舌了。我去，猴哥都开演唱会了，小美还在学猫叫，别唱了，开饭。 拉丝奶糖，你们肯定都没吃过。奶香味非常浓郁，还能拉丝。不过听说吃多了会变成怪物，加热一下，看起来挺好看的，得让小美尝尝。我靠，我的牙，小美，好东西吃不吃？吃，还挺好吃的。哥哥，好痒，好痒。我靠，怎么是奥特曼？好饿啊！我去，再饿也不能吃发霉的东西啊，也没有馊味。我去，这也太硬了，用水泡一下。 竟然又脆又甜，满口爆汁，太好吃了，能挤出这么多水，这不就是烂透的梨？哎呀妈呀，太好喝了呀！小美，这到底是啥呀？咋还变声了呢？废话，这是东北冻梨，吃多了当然有东北口音。夜宵时间到，我靠，背着我吃调料，锅被陌生了，还好我留了一半西瓜，今天教你们西瓜的奇特吃法：红油鸡汤味西瓜串串，果然好吃。再来个枸杞西瓜火锅。 尝一口，太好吃了！下期还想看什么？评论区告诉我。好饿啊！我没有吃的，我也没有。要不你点个外卖吧？还想让我花钱？我去，小石头不会想半夜揍我吧？哎，不对，这一定是吃的。尝一口。我去，好硬啊！用水泡一下。这到底是什么图？竟然又酸又苦。哎，有了，我点的外卖到了，咱俩一起喝。挺好喝的，这是什么？食盐拿铁，仙女都爱喝。仙女。 金版美猴王也太苗条了，好喜欢，小心也是猴子，怎么这么胖？看我72遍烤冷面，那就做个烤冷面吧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哇，成功了，就是有点丑。冷面口感劲道，裹满酱汁，太好吃了。再来一杯气泡水，这也太爽了。哥哥，看见你的烤冷面了吗？这是，哥哥，看我72遍。哎，这不是我男神吗？ 好啦，小美，有水吗？洗脚水喝不喝？就你那40码的玉足，它一定藏好东西。雪碧我都喝了40多年了，你喝完啊？知道了，真小气。今天尝试一下雪碧新喝法，真的好像港式咸柠七的味道。
好像脉动有点东西啊，农夫山泉还有点甜，太神奇了吧！封闭不化，赚到了！小美别睡了，快下来喝。饿死了，你能有吃的吗？就剩最后一盒了，给我留点。牛肉煲仔饭，这得加热一下。还好下课后接了点水。 金灿灿的，好有食欲，浓郁番茄味，搭配优质大米，太好吃了！再来一口牛肉，大口吃肉，好爽啊！这么久了还没好吗？马上就好，这可是我珍藏已久的牛肉，这硬度堪比石头。给你，这牛肉怎么这么硬？嗯，我去，又饿了。我靠，你动弹幕去干啥呢？练大长腿呢。大长腿？白天咋不练呢？哎呀，白天不方便。你们想看小美的大长腿吗？ 发霉的豆角也能吃，辣椒面、高丽葱加进调料，蜂蜜提鲜不放多，嗦一口，又香又辣。真没想到发霉的豆角凉拌一下还不错。哥哥，你吃啥呢？看一下我。凉拌豆角还挺好吃的。给我留点。小美，给你。我去，我家旺财都没你吃的干净。快点，哪来的蚊子啊？吵死了！这么多柠檬，它发财了？天这么热，空调都坏了，有这条件当然得做个蜜雪冰城同款柠檬水。 最后我再加入几粒小冰块，搅拌入味就成功了。酸酸甜甜，清凉解暑。蜜雪冰城柠檬水，喝不喝？喝喝喝。这可是要收费的。啊，我没钱。没钱？哥哥，快帮我看看。哎，怎么了？我看见今晚和其他女生在一起了，然后他今晚还送我虾给我。我帮你，仔细看一下，送虾，他再说你眼瞎呀，就一包虾，分量还这么少，看来对你没什么感情。吃起来也不 Q 蒜泥更好，蒜泥什么蒜泥啊？他是想跟你算了？就是一个啊？怎么会？还剩一盘呢？虾壳。快点，看，宝宝们知道是啥？五颜六色的，真好看。呸，这也太硬了吧！这看着不就是彩虹桃吗？怎么这么硬？哎呀，这可不是彩虹桃，你可千万别吃。切，在我这啥都能吃。Later。我去，这怎么还能变大？这捏着也 QQ 弹弹的，上铺说不能吃，那一定是能吃。哥哥，这真不能吃，这会嘎的。啊？这真不能吃吗？文思记得盲盒，这里边会是什么？这是豆浆，豆浆谁没喝过呀？ 不对呀，怎么有酸臭味？不过粉色宝宝既然进来了，那我今天必须整整两口。不过是，先来尝一小口。这喝起来更臭，要不然再醋和辣椒中和一下。真是臭的要命！等等，这该不会是北京豆浆吧？那还是给上铺喝吧。小美，喝不喝豆浆？豆浆，我喝。不，你给我喝的是什么？到点，看看。我去，这瓜怎么吃啊？又大又硬，有谁吃过的可以告诉我。切开，上铺蒸一下看看。哇！ 闻着没啥味儿，这不就是南瓜吗？哎，不对呀、啊，这瓜还可以拉丝。好像土豆丝啊，这口感太淡了吧？到点我的蜜汁香辣酱，给它凉拌一下。这到底是瓜出了轨，还是土豆劈了腿？酸辣爽口，还不错。哎，哥哥，你看见我那个瓜了吗？什么？是被猪的？到点，看看。我去，这么多头发，这上铺脱发也太硬了吧！你干嘛偷吃我东西啊？啊，吓我一跳，原来是吃的啊！太腥了吧，这是什么啊？这个得用水泡着吃，你再试试。我再信你一次。 嗯，脆脆的，还不错。再来点辣椒油，还挺好吃的。这到底是什么啊？嗯，你村边的粉丝？到点，看，这是海草。这里的没见过，这是能吃的海葡萄。这能吃？不过海里的葡萄都这么小吗？妈呀，好咸啊！泡上三分钟就不咸了，而且还能变大。三分钟，哪像泡我？需要点个加关注。这也叫大，小美是没见过大的吧？来点酱油，有点深烟海鲜的味道。再来点甜辣酱，嗯，又甜又辣又脆。 这个酱就给上铺品尝吧，小美快尝一下海葡萄。我靠，辣死我了！到点，看看，五颜六色的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嗯，闻着挺香的，捏着软软的，还能拉丝，这不会是棉花糖吧？这可不是棉花糖，你可千万别吃！不能吃，在我这万物皆可吃，先给它蘸上五分钟，再撒点辣椒面。嗯，好香啊！不让我吃，我偏要吃。哎哎，这个真不能吃，吃了会出大事。有没有谁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点，看看今天怎么没吃的？小美今天的宵夜呢？我今天来了，有热水喝不喝？ 我才不信！哎，这是八爪鱼。哥哥，给我一口汤。哎，知道了，别看它这么一小盒，它老贵了，得好几块钱。嗯，好香啊，麻辣 Q 弹又香又辣。再喝口汤，不愧是海鲜，连汤都这么鲜。对了，小美来亲戚了，给她作为红糖水，看我炖的多好。谢谢哥哥，怎么一股可乐味？哎呦，肚子好疼。点，看看，麻辣八爪鱼上铺的伙食啥时候这么好？哇，看起来好有食欲，这个头又大又馋人，软糯 Q 弹又麻又辣。 听说八爪鱼都能爆头，今天我要验证一下。哇，全是墨汁！我去，果真每个都能爆头。
不过为什么只有八爪鱼能爆头？有谁知道的评论区告诉我。酷哥，你怎么比蜗牛还慢？我才吃了一个，给你给你。一二三八，我靠，这八爪鱼真的只有八个爪子没有头吗？对呀，我吃的时候就这样。对，看看，哎，这是什么？闻着也没啥味道，这色泽看起来真的好像土，可是正常人是不吃土啊。有一点脆，但是好苦啊，加点白糖试试。还不错，吃多了竟然越来越好吃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有谁知道的打在评论区。还剩一点，留给小美吧，小美给你个好东西。我看看，你给我喝泥水干嘛？倒点咖啡。哎，这克隆粉是什么东西啊？看起来好像家里的面粉，加点水试试，搅拌均匀。哇，还挺有弹性的，不过这口感更像果冻，就是没什么味道。加点辣椒油试试，香辣味的，还挺好吃的。哥哥，那个不能吃。什么？这不是用来吃的吗？你去问问你聪明的粉丝，他们肯定知道。喝点咖啡。麻辣小海鲜，这到底能有多麻多辣？我就这一盒，给我留点。哎呀，我就吃一口，来自大海的味道，这麻辣度就和螺蛳粉的微辣一样。不过这个生蚝太肥美了吧，要是天天都吃就好了。好羡慕住在海边的宝宝。你们吃到今天的第一顿海鲜了吗？他不喜欢吃醋，再给他放点辣椒油，海鲜汤就做好了。给你留一点鲜汤。真的假的？你往汤里加什么了？倒点。今天真没吃的了？没有吃的，我不信。鸡蛋，鸡蛋营养丰富，我得多吃点。那是我明天早饭，给我留点。哎，知道了。这蛋好奇怪啊，有谁知道这是什么蛋？以前大人经常说，吃什么肚子里就会长出什么东西，是真的吗？明天我肚子里不会长出这个吧？有肉有蛋，太爽了。放点辣椒面更好吃，我喜欢吃香辣味的。你们都喜欢吃哪个口味？这就没了，我还没吃过瘾。对了，还给上铺留了点，这些特别补钙，看我对你好不好。谢谢哥哥。哎，怎么都是壳？不知道呀，我吃的时候也是这样。老点看今天怎么没吃了。来串了，我都快被你串怀孕了。给你给你大蒜咖啡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大蒜和咖啡？这也没啥蒜味啊。还行还行，是真没啥蒜味。这么好的大蒜当然要榨汁啊，倒入咖啡，倒入蒜汁。这下就够味了嘛。不过好东西要学会分享，要不然新六克的亲笔咖啡，你快尝尝。谢谢闺女。我真觉得还行啊，有没有想尝尝的小伙伴评论区留言，我给你们做哦。豆点，这不是我心心念念的麻辣生蚝，终于吃到了。这味道就像坐在海边吃麻辣味的海鲜。都说生蚝大补，它到底能补哪儿？评论区告诉我。这生蚝别看它个头小，这里边可是很饱满的，该有的都有，肉质特别嫩，又麻又辣，太好吃了。这个汤底蘸拖鞋都好吃，太香了。上铺最近肚子疼，要不就给他做个枸杞汤。你看我对你多好。谢谢哥哥。我去，这个汤怎么一股泥土味？老爷，好大的箱子啊！这不就是最近很火的魔幻水精灵？听说水精灵放清水里会越来越大，真的有这么神奇？先倒入清水，倒入乳酸钙，搅拌一下，拿出雪花模具、蜻蜓模具、葫芦模具和小兔子模具。小兔子用什么颜色呢？要不然就用这个粉色吧。把颜料挤进模具，放入盆里，挑选自己喜欢的颜色，分别挤入其他的模具里，也放入水中浸泡10分钟。Later。哇，成功了！粉色兔子好漂亮啊，捏起来 QQ 弹弹，太喜欢了。你们喜欢哪个？如果在清水里真能变大，就让小美给你们跳舞。到点，开饭。活珠子，这不是孵化没有成功的小鸡吗？听说很少有人敢吃这个，你们敢不敢？哎，这里边还有汤，竟然是鸡汤的鲜味，它长得好吓人，闻起来还好没啥怪味。哎，还挺好吃的，有股肉香味，真不错。据说这个还是地方特产美食，评论区告诉我。放点辣椒面，又辣又好吃。哥哥，你看见鸡窝里的蛋了吗？没有啊。这个是什么？你全吃了？你还我蛋！你还我蛋！